多謝馬師傅登團嘅演奏會，多謝大家嘅掌聲。咁啊，請阿蔡老師，因為蔡老師出嚟，多謝你哋演出啊！好，我或者用翻幾秒鐘時間，我哋聽咗咁耐咧，我哋知唔知道呢個古箏嘅樂器咧有幾多年歷史啊？你邊個知啊？2000年。 應該係超過2500年，喺戰國時期喺秦國嘅時候已經存在呢個琴。當然以前冇咁多條線，以前咧最早嘅時候咧大概都係唐代時候13條線嘅啫，去到清代咧就18條線，到而家咧而家我見到真咧都係21條線。咁喺啲聲，同啲線，啲線以前用啲蠶絲做嘅，而家用鋼線做嘅，啲聲有少少唔同，但個形態完全係一模一樣嘅。 所以希望大家以後咧多啲喺網度啊，search一下啲資料，即係等我啲尤其啲小朋友知道我哋中國傳統嘅嘢。好啦，今日多謝大家出席呢個音樂會，希望下次我哋再有機會見面。